静静全无听候上帝，我真就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冠台，我袂大摇颤。来啊，咱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。赢过隆重的上帝，咱三个来用圣诗，圣诗六十九首，圣诗六十九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；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。无路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。无路耶和华上帝，请起你欢笑。
咱再来用圣诗，圣诗四百六十七首，圣诗四百六十七首。主要拯救淡侪人，主要拯救淡侪人，即分顶各位传播，迷路人伊要可怜，免绝望，有主通靠。道来临，搁道来临，主分顶极大极深，即分顶各位传播，免绝望，有主通靠。他去已经转手。
主啊，阮欢喜。当阮毋知影，阮是毋是因为罪来得是你的时阵，你讲你用约伯的故事，你借着约伯迄三朋友的错误，甲阮讲，你并无爱将这未堪的代志拢全归伫罪内底。你无爱阮将这个一切的未堪的代志拢用罪来甲这个代志合理化，因为你无爱让这个未堪的代志继续强化，并且研究化。主啊，你讲福音若要生囝就有份，因为伊的时到啦，囡仔要出已经出世，无搁记伫伊的苦头，因为欢喜有人出世伫世间。伊对遮甲阮讲，伤痛无代表是伤害，就亲像是酒气的时阵，阮喙齿会感觉伤痛，但是会伤害着阮的健康，变倒转是要互阮愈来愈健康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伫顶礼拜，像是阮全教会有一个退休来接近你的机会。伫迄个退休会内底，阮对方正在无数的信息来了解耶稣信仰的实践是啥物。阮思考着伫教会内底我是啥物人。我敢是大大来领取稳定甲关怀，关怀无愿意做任何付出的土匪吗？或者是我是将教会当作路边摊，干来？拄仔好经过，才去买试食看卖，食了是煞嫌东嫌西，无一定要交关。或者是我是教会主顾客，我是要来买我所想要爱的，我嘛愿意捐出我裤袋仔内面所有，摕出我所有来买。或者是我是将我家己当作教会的头家仔，我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来听这个教会，我嘛也是着高林老前师所讲的，现今所存在的。所存的就是实、盼望、忍耐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忍耐，是忍耐，互相的疼惜，疼惜就自然的去忍受，并且鼓励这个教会所出现的积极的力量。积极的力量有当时会出现淡薄仔冒险，有时会互原地暂时感觉较淡薄仔不安，但是因为互相的疼惜，阮愿意冒这个险，阮愿意放弃阮原地的安稳。因为你捌讲过，你讲伫锡安无挂如下，伫撒玛利亚山了做稳当的有在的啊。阮无爱教会有，阮无爱教会，互真侪遮个消极的力量所压制掉的，互多数会食水的人来牵制遐少数伫担水的人。因为阮有忍耐，阮有疼惜。主啊，阮伫这个充满稳定的感恩的节气内底。我们特别感谢你今仔日牵着阮所敬听的靠家的牧师来到阮当中，来分享着对你遐来的祝福的信息。由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伫靠牧师的信息内底得到对你遐来发展的鼓励。阮要照着这种这个祝福，互阮伫过来这一礼拜，无论有啥物代志去甲阮包围，阮拢会当伫俄罗斯的信心内底浸泡伫你多情肉体稳定甲喜乐内底。我安尼祈祷、感谢、甲恳求，拢是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我这边俄罗斯关系。